求求你把白明哥让给我好不好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爹地临终前把公司托付给白明哥，而且他答应我爹地会好好照顾我的。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魏小姐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感情是一个很玄的东西，我不能说我让给你我就。经过我们的初步检测，温柔小姐可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需要马上进行手术。天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是温柔晕倒了。她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从小身体就不好。她爸爸希望我多照顾照顾她。那哪位是温柔小姐的家属？跟着我去交费吧。天啊，你先自己回家吧，我得在医院照顾温柔，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啊。喂，你在哪里？我刚从医院出来。你生病了？叫你过来。不，你声音怎么？你哭了呀？你到底在哪里？我就在我家附近。好，你站着别动，我马上找你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。你怎么了？刚刚我一直在想，你说灯火阑珊处回头的那个人会是谁？是我呀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真的累。白明哥，温柔，你醒了。白明哥，麻烦你了，你看着好憔悴啊。我没事儿，我最近就是有点累。你要吃东西吗？我去给你买点东西吧。好。